我估计是有人埋伏在附近，或者是他们，或者是埋伏在附近，或者他们知道我到这个地方来，然后呢从这个地方近距离的开车过去，然后同时用这个遥控装置把我的车门给开锁了，一个车门就是司机门给开锁了，驾驶员驾驶者的门给开锁了。2017年11月10号的凌晨，现在是 early in the morning on November 10th, 2017, early in the morning after 2:30.